真正美好的音乐后面都有一群很棒的乐手，然后今天我来到香港都是这些乐手老师们和声，然后来帮忙成就我的音乐。然后下面一首歌是台湾的一首我自己觉得很有感觉的一首歌，然后会有点slow jazz 给大家听听看，最后一页。最后